协助他烂掉。烂掉一下。这里边你看他很深的，就从这儿钻过去了，也它是个圆形的。还有这两个就是在一块，你看谈笑嘛，他说话这个发笑了，他都在谈笑。他就是这个，都骑的是怪兽啊这些，啊他这个罗汉宝啊，啊他就是教育人们，就是在家里边做一个好人啊。这四外当中一些，好像是翻的，年轻的做的高，老的做的就是他虽然年龄小，他在前几世的时候，这就提到了因果啊，在前几世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佛了。所以我们把这个菩萨的后人也称为是观世菩萨。